三峽工程不单止是水利工程，同时亦是富区文化重建工程。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曾率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组对三峡富区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同三峡水库的水位赛跑。屈原的故里在湖北省秭归县，秭归县位于西陵峡下游，是三峡大坝上游的第一座县城，又称三峡第一县。三峡水库蓄水之后，原有的秭归县城被淹没，其中包括一座县城、8个集镇、6个长镇，承载住屈原诞生、超军入宫、刘备建成的文化历史。屈原祠是秭归县的骄傲和标志。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主张乱齐抗秦，选用贤能，但是遭奸臣毁谤，被放逐江南。他见楚国政治腐败，无力挽救，投汨罗江而死。屈原著有《天文》《离骚》《九章》等等诗篇，他的诗歌包含热爱祖国的情怀，想象力丰富，感情深邃，对中国文学有重大影响。九歌是楚辞中的篇章，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歌赋的特色，其中更加有大量男女相悦的感情描写。九歌和屈原另外一个作品《离骚》内容不同，然而都被后世文学家认为是屈原自己对怀王表达忠贞之情的作品。屈原抱石自沉汨罗江之后，居民为了不让屈原尸体被鱼虾吃掉，所以在江里投下很多用竹叶包裹的米食，并且划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于是就演变为今日端午节吃粽子、菜龙舟的习俗。每年农历5月祭过屈原，又洗过龙头，这样龙舟竞渡就可以平平安安了。屈原是中国人爱国的象征，屈原祠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一尊纪念碑。秭归县地处长江三峡水库副首，三峡工程建成蓄水之后，屈原祠亦都在淹没之列。长满桔树和柏树的屈原墓亦都在新城重建。位于汨罗江北岸汨罗山的屈原墓，占地120平方米，是八字开扇造型。墓道石门中有朱红色的屈子吊冠。民间传说，屈原在湖南汨罗江投江之后，一条大鱼出洞庭湖溯江而上，将屈原背负回到秭归。秭归人民就将屈原埋葬在这里，并在墓后建庙祭祀。当年兴建葛洲坝水电站的时候，为了保护长江两岸文化遗产，屈原祠和屈原故里文物搬迁过一次。到了长江三峡水库工程展开，有1700多年历史的屈原故乡秭归就会沉入江底。2002年，屈原故里总建筑已作大规模重建。其实屈原祠不是第一次搬迁，它是两次搬迁。第一次搬迁是因为葛洲坝的新建，当时的水位线是定在165，所以我们在搬在165以上。第二次搬迁呢，葛洲三峡工程的水位线是175，所以我们将屈原祠准备搬迁到茅坪的凤凰山。凤凰山的这个地方呢，面对三峡大坝，面对长江，三面环水，它整个建筑风格也是按照那个清代的建筑风格所进行的，所以它
它这个规模呢是现在的6到7倍，所以它更能体现的文化屈原的文化内涵，更能体现文化的价值。三峡的豪气培育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三峡的绮丽就孕育了一位中国绝代佳人王昭君。王昭君和西施、貂蝉、杨贵妃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王昭君的故乡在秭归附近的香溪镇，是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香味四溢的溪水又怎会不沐浴出香气四溢的美人呢？王昭君出生在中国古代汉朝时期，她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17岁的时候，王昭君被选中入皇宫做妃子。那个时候汉朝皇帝叫汉元帝，他的妃子多到自己都认不到，只能够靠宫廷画师替候选女子画像。汉元帝再从画像中挑选妃子，选中的才可以入皇帝卧室和皇帝相好。传说王昭君得罪画师，画师将他画得很丑，皇帝看不上眼，决定将她嫁给塞外强的匈奴，以求永久修好。王昭君临行前获汉元帝召见，汉元帝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王昭君是一位倾城倾国的大美人，但是决定已经不能够改了。汉元帝只好忍痛割爱，依依惜别，将昭君送到塞外和番。昭君和番既是深宫里的凄美怨曲，亦是民族修好的一曲颂歌。传说昭君依依挥别汉室之际，忍不住流下的一滴眼泪滴落长江江水之中。眼泪就化成桃花水舞。秭归的长江江段有一种水中生物，当地人称为桃花鱼。专家说桃花鱼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水母。除了长江之外，目前只有浙江省的溪流中才发现。2002年3月25日，秭归旧城爆破，一代名城永沉江底。旧县城有20000人口，耗资23亿元的秭归新城可以容纳50000人。三峡工程总公司耗资10亿元，为秭归新城兴建了一条堤坝。三峡养育了中国著名绝代佳人王昭君，三峡两岸的姑娘至今仍得国色天香之传。紧邻昭君故里的秭归园仍然是美人如云的地方，但是秭归人说秭归的漂亮姑娘都不在秭归了。红杏出墙攀高枝，秭归的美人不是到沿海地区打工，就是嫁给到秭归做生意的外地人。有些秭归男士说浙江人是浙鬼子，原来不少浙江人到秭归做生意都将当地漂亮的姑娘娶走。三峡工程令古老的秭归城旧貌换新颜，秭归的年轻人都盼望从山窝飞出去的凤凰总有一天会飞回来。新的秭归县城是以未来的最高水位175米为基准向山顶延展建设，现在已经有新城市的初形，人口42万。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秭归人对未知的将来都有着憧憬。三峡工程亦都为秭归县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峽水庫蓄水以後，險峻的三峽江段將變成坦蕩的航道，不少瑰麗的山光水色將會被另一番景緻替代。這座位於重慶雲陽縣長江邊的千年張飛廟將會被水淹沒。雖然將會有一座嶄新的張飛廟崛起江畔，但是就會是缺乏歷史煙塵搬遷之作，所以我們的攝製組專程來到這座千年古廟作告別訪問。張飛廟始建於蜀漢末年，現為同治、光緒年間建築，蜀將張飛勇冠三軍。然而他生於河北，沒於郎中，為何竟在千里之距、萬里之遙的長江邊上建了立碑？原來有一個咁樣的傳說：張飛在重慶嘉陵江畔的郎中聽到結拜兄弟關羽被殺，心情好壞，連日醉酒，殘暴鞭打下屬。張飛命令兩個部下在三日之內為全軍準備白衣白旗，準備掛孝討伐吳國。兩個部下認為三日時間太短，要求寬限幾日，張飛不肯，就將他們綁在樹上狂打50鞭，然後威脅他們如果不能夠如期完成任務就要斬首示眾。兩個部下覺得左又是死右又是死，於是當夜刺殺張飛，斬了他的頭腦，準備投奔吳國。当他们逃到三峡，听到吴国准备和刘备讲和，于是就不敢到吴国，将张飞的头颅抛入长江。奇怪的是，张飞的头颅不肯随江水东流，而是留在原处打转。有一天，一位渔夫在江上撒网，网起张飞头颅。当晚，张飞托梦话给他知：我生为蜀国人，死为蜀国鬼，麻烦你将我的头颅葬在蜀国境内。渔夫从梦中惊醒，流下热泪，就将张飞的头颅葬在三峡江畔浑阳对岸的凤凰山麓，并且邀集穷苦百姓收葺了最早的张飞庙。这个就是张飞身葬郎中、头葬浑阳的传说。在史书《三国志》中，只为刘备、关羽、诸葛亮立传，没有为张飞立传，可能认为张飞是一个没有学养的粗人。但是民间百姓敬重张飞忠义精神，为他筑庙纪念。庙内珍藏有汉唐以来大量诗文碑、黑书画和其他文物数百件，多数都是稀世珍品，因此素有文祖圣地之称。张飞庙入面有一些古牌匾，背面写着毛泽东语录，这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片段。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破四旧立四新，要实行惊天动地、渣烂旧世界的行动，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当时红卫兵要破坏张飞庙，管理人员连夜在古牌上写下被视为红卫兵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红卫兵一见到《毛泽东语录》就不敢破坏。1995年，台湾台中市一班姓张的人来到张飞庙寻根拜祖，他们自认是张飞第34代子孙，准备每年都回来祭祖。我们台湾有许多张姓的人，然后他们到大陆来旅游的时候都会先到湖北阆中，然后去祭拜张飞，然后等到听到那边人讲说张飞头在云阳，身在阆中，然后他们也都会就沿着长江上来这边，
然后祭拜张飞，然后一起去祭拜他们的祖先。浑阳张飞庙的山上大门斜开，原因一直令人费解。有专家考据认为，张飞的心一直指向蜀汉都城成都，而正因为西方正是蜀都坐落的方向，因此山门就向西。政府会将整座庙宇原样迁建，旅游人士都特地到此一游。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住过在浑阳客居，而纪念杜甫的杜鹃亭和德月亭就更加受到外国人的喜爱。I think this temple is very comfortable, very homely, with the woodwork and the very delicate decorations on the roofs, the flowers and the little animals up on the ceiling here. And I wish I could understand more of the writing because I cannot read the poems.长江三峡是中国还有世界上很壮观的景色之一嘛，那也是很有名，所以我们也知道长江大坝要修建了，很多历史古迹都会被淹没，所以我们算是来做一个最后的巡礼吧。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印证到我们以前课本上所学过的东西。张飞这尊浑阳人最崇拜的神，同三峡富区最老的移民要随同这里的一砖一瓦另移他处，要搬迁的大构件达100,000件，石刻178块，要完成这些古建筑群体的解体、搬迁、复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的原则搬迁原则是，整体搬迁，整旧如旧，也就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将比边上好，运过去重新组装。整个工期搬迁工期是18个月，使用经费8000多万。同浑阳张飞庙同被列为三峡富区地面文物中四大国宝，浮陵白鹤梁水文题刻是目前世界发现最早、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枯水水文题刻，远超过埃及和尼罗河类似的水文题刻，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这一座长1600公尺的天然石梁，自唐朝以来，人民在这里记录汛期水位，文人墨客在这里吟诗刻赋，留下大量水文题刻。1200多年前的唐朝年代，有人在白鹤梁上刻了2条鱼。由于江水每年枯盈不同，前人刻下的石鱼并不是每年都能露出水面。据说石鱼露面的第二年往往是丰年，于是白鹤扰梁流圣迹、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讲法就流传开去。根据专家的考证，发现了165段题刻，汇集了唐朝以来1200多年间300多位书法家的书法精品，算、帝、楷、行、草书皆备，是名副其实的水下碑林。白鹤梁古代水文题刻是三峡富区唯一一个水下原址保护的地面文物。在数十位知名学者专家献策以后，北京当局同意采取水下保护方案。这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总体结构上是我们要有解方案，比如说我一个肥大的这个什么一个盆子底下上面有水，我上面造一个是肥大河啊，肥大河里边的水跟外面的水是相通的，你说这个肥大河盖有没有大的压力呢？就不用坏了嘛，当然肥皂和跟这个脸盆底下也不必要密封嘛，可以的允许让它水有一定的脸。第二
二个，保护这个岩石的最主要的介质是水。这个长江水是还是长江水，但是把里边的悬浮的沙泥沙都滤掉了，因此是个清水。清水的话呢，这个泥沙不会淤积，泥沙不淤积就不会沉淀了，就会保护得很好。历史洪流改写了历史，面对长江多番改变，白鹤梁又会有怎样的一番感受？持白帝彩云间的诗句令白帝城飞升中外，神女有心，双王无梦的典故令人沉醉。三峡工程无可避免，将旧有的一些传说编为往事，但又创造出一个个新的神话。下一集神女再现。